盘点只在新生代奥特曼中登场的怪兽，你知道有哪几个吗？点个赞你就能看到了。万里山河都踏过，天下又如谁手，分分合合不过几十载春秋。我在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时候，把酒与苍天对酌，纵然一去不回，此战又如何。谁见万箭齐发，星火漫天夜如昼，刀光剑影交错，而我枪出如龙，乾坤撼动，一笑破苍穹。长江刺破云霞，放下一生牵挂，望着寒月如牙，孤身纵马，生死无话。风卷残骑裂甲，血染万里黄沙，成败笑谈之间，与青史留下。我在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时候，把酒与苍天对酌，纵然一去不回，此战又如何。谁见万箭齐发，星火漫天夜如昼，刀光剑影交错，而我枪出。再来看看巴尔坦星人的全形态，你觉得哪个更适合当宠物？还有金古桥的所有形态，你知道最高的有多少米吗？